这一组可以直接。那我们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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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
我不烫一下衣服？牛皮团，牛皮团，牛皮团，牛皮团啦！我先讲我好了啦，因为呢，我以前都不会穿。你说谁说叫他烫？他们是两个是皱蚊子。为什么要烫？皱蚊子。因为我以前呢，我都不会穿这么长的裙子，我一定都穿热裤，然后热裤热裤。但是这个颜色是你喜欢的？对，这颜色是我喜欢的。柔柔的颜色。柔柔的。那我以前那你为什么现在要穿那么长？因为你知道我现在产后嘛，我积极要恢复到以前辣妹身材，所以我其实无时无刻我都要穿塑身衣在里面。那这种一件式的可以遮住，对，衬衫它就这样一套，然后是不是我塑身衣就不会被看见？而且也不会就受风寒。对对对，所以我因为产后还在那个毛细孔慢慢合起来，合起来的时候，所以我就是要穿这么长的，然后要一件套下去的，最好是衬衫。为什么衬衫呢？因为有的时候说你穿太露的，它那个塑身衣会露出来，所以我就是要穿包起来的。OK OK， 觉得方宇啊，穿这一套衣服，我觉得好。第一个，以这个颜色来说，它会显它的皮肤白。是没错啊，真的吗？我觉得你可以看镜头，其实你是白的，亮的，是亮的，对。对，但是这个款式，他把它穿得很老气，就觉得你真的是，就是说不出话来，对，就是无法形容，就是已经有少。妈妈的感觉，对，妈妈味出来了，有妈味了。你看啊，它这个只要换一个鞋子，然后哎，好哎，好哎，好，鞋子真的很重要，对，因为颜色它整个太土了，太土了。我说我说你还是懂，我是说这个颜色太土了，这个颜色太土，不是太莫兰迪吗？好危险哦！妈妈现在都很玻璃心了，对啊，真的啊，你就不要绑这个啊。老师，我不绑这个，绑在头上，啊，这我不绑这个会很宽松哦。这样子看起来比较瘦，对啊，这样看起来比较瘦。老师帮你绑在后面啦，对啦，哎，好多了，真的哎，好，就是那条带子坏了，对，有比真的比较，所以带子要好好绑哎。对，稍微好一点，老师好会哦，他以老师啊，他是老师，而且他是林老师哦，对，林老师，老师，对，然后林老师再来的话就可能帮我加什么，我来好了，还有加什么？没有，再加一些，哦，来来来，哇，这有，这以前瓜哥好多。你看，我以前穿的可是大米，这种就是有一点那种丝巾风格的这种 M A One 也是今年的流行单品，这样是比较好一点。哎，有哎，很多哎，对啊，然后再来啊，莫兰迪好了，莫兰迪色系，哇哇，对，稍微不一样哎，对耶，同样一件衣服哈。真的差好多，所以配件很重要。对，配件还蛮重要的。这样子，所以就会比较年轻，真的跟刚刚的妈味又完全洗掉了，老师洗掉了，完全不一样，而且没有肚子。对，没有肚子，没有肚子，明白。我帮方瑜搭配的也是懒人装，也是夹两件，对，很适合那种体温很高，可是在秋冬又要穿很多件的，就是因为他要穿塑身衣在里面，对，所以你看啊，这件是一个衬衫跟洋装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就会变得好像好像穿两件，真的大家都看都像穿两件，对，穿两件，但是他又是假两件。那对于他现在还产后，他觉得他现在的身形不好穿衣服，第一个就可以让他的瘦身衣已经很好的套在里面，不会穿帮。再来就是他也是今年流行的这种
格纹，然后还有呢，这个背心就是好像背心裙的感觉，也是今年流行的。那因为它的整个是比较黑的，那我就帮它下面配的网袜呢是带点爱心的，你就会把那个喜欢时髦的那个方宇又找回来了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子呢就会比较适合它。那全身上下都是用黑色或灰色的去搭配，那我就会一个很亮的包包。那这也是现在就是那个唇形包非常受欢迎的唇形包，对，然后它就会有这种小背带，其实也是让它整体有一个好像亮点。对，那除了像这种背心裙之外，其实还有也是蛮适合它，可是这个就会两真两件，它就是一件比较真两件，真的两件，对，因为那个是假两件。那我觉得这真的两件，你里面配的高领呢，就是有一点小蕾丝的那种衬衫领，再搭上这个背心裙，你看它这边有这个织带，就是加入今年就是很多 T 恤啊或者裤子都有这种织带风格，就比较潮流感。然后还有它的高腰设计，就有一点那种今年很多这种风衣式，就双排扣啊，像这样子的一个背心裙，其实蛮适合的。中间有一点点肉肉，腹部，对对，其实有那种修饰你腰身的作用，因为它可以帮你绑得比较高腰，而且你找的那个材质的布跟它一样，就是比较挺一点，对，所以像这个就蛮适合修饰身材的单品。那还有就是像这个也蛮适合方宇的，这个会，这个就蛮像他之前以前他都喜欢穿的比较熟女感。那这个就是格子灰阶的格子，但是上面有印小印花，真的耶。然后把今年流行那种风衣裙、风衣感，然后也是双排扣。双排扣，那这个呢就是稍微它的那个不能穿全身性的马甲，它可能只能穿胸部以下的马甲，对。然后，但是它这边手臂可以遮住，可以遮住，对。其实就蛮适合它现在，那种就是稍微要想要有点腰身，对的一个，要有线条，要有腰身，不要紧身，对，不可以紧身，对。利用格纹背心裙跟衬衫搭配的假两件式洋装修饰身形，再搭配爱心网袜，方宇立刻变成潮流啦吗？